刚才提及的初乳到底是什么呢？初乳就是宝宝出生后首两三天吸吮到的母乳，虽然分量很少，但质感较稠，可以帮助宝宝学习吸吮技巧。初乳含有大量抗体和活细胞，可以抵抗疾病，是宝宝出生后的第一道天然疫苗。初乳里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生长因子等，不要让宝宝错过啊。